今天下午，歌手张靓颖回到家乡，为其即将举行的个人演唱会进行门票签售活动。下午2点，歌手张靓颖来到了成都神仙树，为其即将在四川省体育馆举行的个人演唱会做门票签售。我知道今天是周一，很感谢大家在工作或是上学的途中赶过来，然后我会尽量赶到大家下午上学的上课之前把钱，OK， 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当日到场，靓颖便和全场歌迷来了一个大合唱。还是有机会，就是唱歌唱得好噻，声线特别好。门票的钱是家里给的，就是，这是只给老两口。不少歌迷都一个人拿着几张门票找靓颖签名，签售活动足足持续了一个多小时。由于张靓颖明年将暂停举行个人演唱会，因此今年的成都演唱会上，她也是下足了功夫，并邀请到了台湾音乐人阿弟仔现场合唱《美丽与勇敢》。因为以前一直跟大家讲说，大家听我唱歌就好了，但是这几年就更多的注意到，就是在表演的部分，特别是舞蹈，很多时候服装、舞美，其他的各个方面都是对音乐有一个辅助的作用。讲的我希望自己更专业，不要太过随。张靓颖成都演唱会的时间是11月11日，恰逢咱们年轻人口中的光棍节，不知道张靓颖什么时候能够脱离光棍呢？我欢迎大家来我的演唱会上面打望，然后打望说不定看完这一场演唱会之后你就脱离光棍的身份了。你唱完这一场能脱离光棍了吗？我啊，那个我反正我还是那句话，我要结婚的话我会告诉大家，其他的大家就不用关心过程什么之类的。本台记者为您报道。